잠깐만요. 오빠 코난 기다리잖아.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？不是吧？这么有名的梗，居然不知道？什么意思？勇敢牛牛不怕困难。对，大声喊出来，你就会觉得是一天非常的满满的正量。就跟我开微笑天天说早餐起来那个。勇敢敞开。 生死一战啊！请。能抱呀？你看我哥就不是我说那个。好呢，这是一部有爱，然后有团队精神，然后为梦想一起奋斗的一个，就当是一个人生旅行的一个阶段吧，对吧？我在。 超搞笑！你就别指望你男人和军人。凭什么？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哦，真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